重新整理完毕，可以进场之后，小梦会再跟全场的队友广播啊，如果有不便之处，敬请见谅。也提醒钻石级的丛林朋友，因为你们已经在我们草地区了，也提醒大家在等候的时候不要进行传接球，以免呢受伤。那呢，待会我们灯光渐渐暗下来之后，也邀请所有进场的队友小心自己的步伐，记得我们找到位置拉出安全距离之后就可以来坐下。那也提醒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请千万不要推挤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希望大家不需重新验票直接进场，所以邀请各位从 A 区一台北侧的楼梯来进场哦。那这样子的情况呢，会造成大家下楼梯的时候可能会想要奔跑，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哦，一定要注意自己脚下的安全。你们如果没有办法安全的到达现场，我们的草地约会不会准时来开始哦。那呢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谢谢。好的，提醒现场的球迷朋友，在您移动之前，请先确认个人的随身物品是否都有携带。请在您移动之前，请确认个人的随身物品是否都已经有携带。那另外，如果球迷朋友需要先行离场的，请从我们一三垒侧 F 区，我们一三垒侧 F 区。进入球场的入口处这边来先行离开，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。那请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及同一队各位队友稍待片刻，我们待会就会公告我们的进场时间。要到了，我们今天要海选统一好声音，队友十首，我们来开始吧。统一二是谁？陈宇，依然爱你。Oh, yeah.